好了好，我是 AJ。那今天呢，我拿到了 P5R 的限定版。那我是从巴哈订的，巴哈真的是蛮快的。因为我之前不敢用订购的，我是怕说当天拿不到，因为我通常 P5 都会想要当天拿，所以我之前都是去普雷伊买，然后都是先预购好，然后再去当天去拿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因为 Play 刚好都订完了，然后巴哈刚好有释出一两个名额可以订，然后就赶快订下去。然后今天早上，今天是20号当天，然后早上的时候他就已经送到了，非常的迅速，我觉得，第一次使用来说体验上蛮不错的。然后它上面还有附一张纸，上面写说，就是在零点之前，20号零点之前，请不要公开就是商品资讯。那所以我想说他们。可能有一些人19号就拿到了，对，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19号就拿到了，不过他没有公开资讯啊。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一点，他应该是有跟原厂谈好他们的运送的，就是可以提前运送，但是不要提前公开资讯就行，这样子还蛮厉害的这一点。那顺便就是没有要帮巴哈工商，但是呢，巴哈是我大哥，所以大家去巴哈订应该也是没什么差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。这一次它的这个封面超漂亮的，我刚拿到我就觉得真的是，有够好看。我觉得可以从正面拍，就是直的拍，感觉也不错，非常的美，我很喜欢它这一次的封面。好，然后这一次它的特点内容是送的额外的特点是这个试镜布，那我这个就不额外拆开了这样子。好。那我们就来开我们的本体。它是连着的，我以为它是就是整个盒子可以拿开，它盒子是连着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游戏本体 P5R 繁体中文版，有点反光。好，那这个就先放旁边。然后这个就是附赠的人声带。没事没事，这个是反正就是原生态第二片角色，不要在意，大家不要在意这个角色，看你为什么坏。有点剧透，我刚也这个有点剧透哎，这你那个序号不要拍啊，对哈，然后这边他还有送一个那个序。送一个那个 DLC 的序号啊，它就是P5D 的那个它的 Fizaman 的服装跟 BGN， 然后还有天鹅绒房间的服装这样子，这是这一次的 DLC。中间架子，太帅了！哦，亚森，这个是这个是 T 恤，其实我买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我就买了。我怎么那么粗啊，我天哪，我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。小心小心，等一下我们开好像都会有一点点，它这个太反光了。会反光吗？不会，超 bling 的。哦，超 bling 的，这就是那个刚刚那个限定版盒子的衣服，就限定跟限定版封面同一张图，然后做成 T 恤这样子，太帅了吧！身为一个 T 恤收集狂，非常的满意这个商品，喜欢，太爽了！我的 P5 的 T 恤也是买了好几件，像是那个演唱会的我有买，然后这个限定版的也有买，好，然后最后这个是。哇，这个 art book， 这个我不确定啊，我应该是那个就是新角色学妹的 persona 吧，我猜。那这个 art book， 我们翻前面几页就好，翻前面几页就好。通常啦，尽量不要在游玩结束前看那个美术集。我之前就是先看了凯撒琳的美术集，就被剧透了一些东西。我们就看看前面一两页就好。后面呢？第一页剧透。第一页剧透告诉你，他就是大魔王。哦，非常的美丽。哦。对。
摩鲁加纳，然后还有他的这个，你是不是要被剧透了 ？Diego， 赶快翻下一页。他的，这个是他的新的佩鲁索纳，他原本应该是那个什么蒙面侠苏洛。哦，对啦，威廉，对啊，龙狮的哦。这个我还是不要再翻好了，全部都是他们新的，对对对，就 Persona 的在进化型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们 Art Book 就看到这边就好，马上自己剧透新的 Persona 怎么？这还好，这个不严重。哇，好，非常满意，非常满意啊！总之呢，有这个 Art Book， 然后还有这个 T 恤，然后原声带，其实一般差不多都是这样啦。不过你知道，就是 P 系列的潮度都是满分，然后加上他们音乐也是。神一般的水准，这一盒3000多块，非常的满意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边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去收个限定版。我觉得这个限定版呢，诚意十足，诚意十足啊！因为我自己是 T 恤收集狂啊，所以拿到 T 恤非常的高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边，各位同学，啵啵。